喂，喂喂喂，喂，张导张导，呼叫小张，你听好，见你了好，吗？你好，能听到我讲话你好吗？你好，能听见你讲今话。天怎么突然找我了？因为他们发给我你那个视频，全我直播间全是刷你那个视频的节奏，那到底是不是你啊？那是不个是你视呀，张频，导？确实，那个视频真的不是我，是我的表弟。我那你个视表频弟是吗？我的你表表弟弟，长得有点像李晒呀。真不是我，那我肯定是我的表弟长得像嘛，反正确实不是我，可能是我表弟长得比较像嘛，可能是我你的的。表弟的头发有点长，他们都说是你。我跟他们解释了，他们都听不懂，我就不想跟他们解释了。那真的是我的表弟，真的不是我，那是我的表弟，真的不是我。但是他们都说是你本人哎，他们就一直来问我，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也没见过面，我说我也不知道，他们都就是你，这咋办呢？这个我直播间也全是节奏，就全说是你，我就问我到底是不是你，见没见过你，我这么说他们也不信。是我的表弟，是我的表你弟。表弟吗？确实是我的表弟。昨天我就叫他不要乱碰摄像头。我昨天去上厕所了嘛，然后我上厕所一回来就，我那表弟就看到我表弟把那摄像头弄掉了，然后我表弟搞事情啊。他们就老叫你表弟出来对质，你表弟为什么留长头发呀？确实，我表弟是长头发，但是我不是长头发，那就是我的表弟。那这样吧，哎呀，他们就一直还给我这带节奏呢。他要不你本来不之前说过要露脸吗？你干脆露脸自证算了，我感觉这个是最有力的反击。不然他们都说那是你表弟，说你表弟。我暂时还没有想过露点，他们不懂干嘛老是揪着这个事情不放。哎呀，主要是吧，他们全都在我这里说，叫你还在嘴硬，让你开摄像头，还说你是山顶洞人。我觉得，要不这样，其实遇到这种节奏吧，其实说实话，真的，你要不正面的回应啊，这种节奏永远不会停，因为你打游戏全都是刷屏的，而且你要这么想啊，就是我现在不是在户外嘛，有时候是半个月游戏，半个月户外，你要露脸了的话，下次我就可以去南宁找你一起播户外。你如果不露脸的话，你也没办法和我一起播户外，对吧？他们现在都在说你山顶洞人，你不得证明自己啊？那你说我什么时候录点合适啊？要不现在都开摄像头吧。那肯定不行，那肯定不行，那肯定不行，今天就不行吧？那我准备一下吧，我准备一下吧，弄一下背景什么的，这周六就录点吧。你说的户外也算数吧？行，我说你只要露脸了，我真不吹牛逼，你只要肯露脸，啊，我肯定去南宁找你播户外啊！你能请我吃螺蛳粉吗？可以，但是我真的不是山顶洞人，我也不是野人。你不要说我是野人，也不要说我是山顶洞人。我真的不那你是野表人，弟也有不狐山臭顶洞吗？人，那个是我的表你还有弟。狐臭吗？没有。那你表弟有狐臭吗？也没也，那我就不懂了，那我就不懂了，可能有吧，我是没有的，但是我真的不是野人，也不是山顶洞人，那个真的不是我，那是我表弟，我怕你觉得那个是我。那只要不是你就行，但头发确实有点长。只要你周六开摄像头露脸啊，我肯定去南宁线下，到时候去找你播户外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。兄弟们，我现在确定我周六录点直播。等下下播后，稍后我会正式发布在我的虎牙动态微博、抖音上，立帖为证。谢谢各位好兄弟，这次真的不开玩笑。等下我就准备先下了。确实，我这次是周六的话，给大家开下摄像头，真的是露点，我真的不是野人，也不是山顶洞人，大家可以到时候。
看一下我是不是山东人或者是野人，我真的不是野人，真的不是野人。有没有相信我的？真的不是野人呐、啊！我都说那是我表弟了，那个真的是我的表弟，我昨天那个是我的表弟，真的不是我啊！我都说不是我的，我是广西南宁第一帅哥，我是广西南宁第一帅哥。这周六正式露脸直播，等下我下播后就在虎牙动态、微博、抖音上立铁为证，这是真的不开玩笑。那我先下了吧。